即系开心啦，又兴奋，因为都尽晒全力去由自己嘅呢个项目，同埋由呢个项目都系一个 best time 嚟嘅。首先支持我屋企人先啦，佢嚟咗我现场去支持我、鼓励我，所以我先有咗咁好嘅时间，令即系有信心去游好呢个时间啦。仲有教练咯，即系呢几日都好，虽然我自己病咗，但系即系都好，即系教练系咁都叫我俾心机啲去游呢个比赛同埋去练习，就所以先可以游到咁好嘅成绩咯。每个星期练六次啊，星期一至六，同埋每次都游两个钟。我觉得唔系好辛苦，因为即系同另外一啲游水运动员一起游嘅话，就唔觉得好孤单咯。咁一起训练就可能有时如果要悭时嘅话，就可能会对住另外一啲人，咁可能要比较自己几快咯。希望今次我哋学校女仔或者男仔上到 D2 咯，同埋希望自己更加努力，专注喺50字同100字咯。嚟紧50字，希望游到26秒80咯。就每一次跟游咯，即系佢去边度比赛，我哋就陪佢去嗰度比赛咯。今日嘅表现喺佢个状态嚟讲咧，就都算 OK 嘅，游好自己个 best time。每一次都即系每样做，每一样嘢要坚持咯，即系做任何嘢都要坚持，即系向自己的目标向前发展咯。